现在资讯网络发达，手机啊、电脑又阁真普遍，好真侪家长烦恼囡仔伫咧厝的时间受过长。因此，伫花卉馆马文君、江南道观公民文教慈善协会决定来结合力量，首先伫咧草屯镇推出快乐背经典的活动，欢迎13岁以下小朋友背地主归来过关，就会当得到点心以及200块的奖学金。活动自7月20日开始，连续1个月时间。小朋友写的来背着地主规，为当中会使学习着品德的教育，这嘛是伫块乌云马文君推动着快乐背景曲活动的目的。鼓励着草屯地区的囡仔做伙来背地主规，只要是过关，有机会来摕到奖品甲奖学金。让我们从小就可以懂那个道德伦理，还有孝顺父母。这个活动呢非常的有意义，感谢马立伟的提供，让孩子呢从小扎根他的品德教育，然后呢虽然是小小的礼物，但是对孩子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好的鼓励。暑假到啊，立伟马文君希望囡仔唔那是伫个厝，真伫个手机啊、甲电脑头前，会使来做着无同款的学习，成为着有气质、学习礼仪的小绅士、小淑女。因此，透过着真侪单位的协助，提供着这项活动。就先从《弟子规》，因为是一般的小孩子的一个启蒙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典，所以特别希望说他们从小可以养成怎么样让自己的品德，还有怎么样去开发脑力，因为13岁以下的小孩子其实他的潜能非常大，我们希望说他可以多多的去背诵。除了公司巧克力的业者热情响应，赞助着美味的点心，南大关中校职业教育发展协会也发动志工来协助，欢迎共13岁以下的囡仔。在活动期间，7月20日到8月20日，分作2个时段，甲两位马文君草屯服务处来找志工现场报名，通过阁会使来摕到奖励。欢迎，13岁以下的小朋友，你来服务处这边来背《弟子规》，你背完了以后，服务处有一些赠礼，比如说200元的助学金，还有18度巧克力的点心。刘马文君表示，首先在草屯镇来试办，但是讲反应未歹，会到达延伸到其他的乡镇市，希望着鼓励更多小朋友来参与。记者林欣，草报道。